今天是感恩节，通常这个时候呢，都是准备要买那个 Black Friday 的东西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我请大家带自己家里不要用的东西来交换，就是让我们怀着感恩、感谢这个地球资源的心，减少买东西。是一个外面买的，差不多。外面买有没有比较咸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欸，真的没有很咸哎。你在准备什么？我不是帮他备料，我等下就吃就好了。你们每个人都会录镜，你不用担心。隔壁老阿姨。最小的小朋友来了。哇，你今天是最小的吗？对啊，最一批耶，还在摸摸棒。太多陌生人了。对，有点害羞。太多奇怪的叔叔在这边。确定是叔叔。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。我要点火机了。这个很棒，因为我穿搭好像很 OK。我有点需要，真的没错。看好像不错，还不错。当睡衣蛮舒服的。谁会穿这个睡觉？在家里穿的时候，不会耶。那个，你没有棉被？但是我不跟我们拿一条棉被就好。对啊，因为我家室内很热，所以哦，大家都带了很多感觉很赞的东西。I'll come back after. 这你们做的吗？不是哎，它是熟的吗？他不是说它是熟的，是腌过哦。Oh, 还用他们，我以为它是熟的。烤一个半小时，焖着，然后再打开，再半小时。我们现在那个进入大家最期待的时间，耶！ Yeah! Yeah! 我的想法是说，每样东西，然后看有谁要，然后如果超过一个人要的话，就。能猜一猜好了，从这个好了，从自信的东西。是什么东西？这数据介绍一下。如果你们有现在要改简历，或者说是想要跳槽，可能就是会想一想，就是看一看书，很实用，非常实用。How to write a killer resume？ 我想要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影片可能会留给公司，可能会以为原来是专门准备教我小孩，教我小孩打马赛克。哦，这个 Danny 想要，这很可爱。Danny 想要吗？这是放手机的那个，不是泡澡放酒吗？放泳池？不是，我以为是放手机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放手机也可以，放在水面上的。Danny 想要这个是不是？你要吗？给他。这是他的 size 刚刚。一片。刚才这里。小孩打马赛克。Thank you 吗？哎，这个是很可爱，这是我们家的台，我从台湾带过来，然后有没有用都没有用。彼得兔家族正版，太赞，就正版，应该是吧。然后上面还有附筷子跟汤匙，就是你如果中午要带便当，那因为我现在 work from home， 我不用再带便当，所以永远 work from home 吗？都永远 work from home。哦，那不太酷了。谁要便当盒？大概一人。哎，要不要叫 Cody 他们来？我蛮想要的，真的吗？还是说好不容易才拿一点东西，然后又拿什么的？不会，那个是新的，小朋友带的。哎，这个很酷，这个好先进的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我今天才剪下来的。这个我蛮想要的，可是你要，就是你要，因为才刚剪，所以要等它长根。家里有虫要小心，不然会蛇头。哦，同一个系，真的，这个还蛮好的。像我觉得我帮通灵收下了，谢谢。有两个熏香组合，还有一个这是我的，这个是蜡烛的。那你把书我们看这个。好，那就买这个香蕉。好，这个。那你买这个蜡烛，这蜡烛其实蛮香的。我觉得配成一套就是一起。不行啊，一个人家里只有一个熏香，它只能有一种味道。那另外一个家里香一点。嗯，哦，真的很适合 holiday， 很适合圣诞节，对，很会 sneeze， 还是你要？好，我想要。讲那么久。
现在还站在我旁边，因为他有东西很多。你可以进去。如果我要，没有人要的东西就给你。他家现在是空的，啥都要。你拿个椅子在这边坐。啥都需要。我拿个板子。对，你拿个，你在我旁边啊。哎，你不要回去了，你就在。小助理，小助理。欧舒丹的欧舒巴掌包。可以当洗澡的时候，也可以当铅笔盒都可以。我可以要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耶！都没有用。Google 的笔下，那你们能一起吗？你们啊，你们笔下，一直在被工作，厉害！我把它捐掉，给我看一下，可以拿来装刷子。哎，对啊 ，Mix 带了很多很实用的东西耶，我都觉得这是有新的耶。哇，厉害了，就拍了这个。先从最辣的这些开始。你刚刚是保守。你刚刚是保守。至于说我想试穿，但我不懂。你想试穿吗？那你们这感觉很小。你们都去试穿，你们都去试穿。这个我都觉得。我想试穿这件会不会太滑？我觉得不会啊，度假试穿。这头也好看点，看起来就是好看。用这比较好的阿妈的相机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就是那样就可以比较，这个可以比较完的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样子，这个要下黄标啊！这不用黄标，这没他那么短。你别这么好看，这老快下了。害羞吗？我这个是好看，其他的。他们两个交叉，这本事，我觉得好看呢。跟点颜色上衣啥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适合睡衣，可以拍一排吗？还可以，好好的，帅气你的有还在护找到他们家了，那个好奇怪，哎，会卡住，我真的是回收，爆开，我托人赋予他们新的，我们是彼此的赋予的海山男孩，太好太好笑了，好，有发颜色吗？还有这个总统府的总统府是我的赠品，对啊，这是什么便当袋？这是一个小袋子，没有人要吗？你就不要哈，我看我还有，我其实很多东西。那没关系，你们要这个小可以玩小游戏，先放四个人就会得分。这不是小朋友在玩的吗？没有大人也可以玩啊，喝酒的时候可以玩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切去的，哇，很高级，而且非常的漂亮。它的把手是那个编织的，是你带来的吗？是我带来的，哇，这是很漂亮，这是非常适合，就是送礼自用两相宜。谁要切去时可以用？其实我家有一个，我有一个业配的起司，送的起司的盘子。哦，这两个我可以在一起一组，大家可以一起带走。有人要的话就一起拿出来，只要切起司。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家里还空空的。他不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时尚水晶玻璃杯，然后它是那个就是茶叶和水可以分离的，就它专门用。我觉得很棒耶，对，还蛮美的。我看我爸妈身上。我姐，你不是喝茶吗？对，然后这个是我从老家那边带过来，但是它一直都没有用的，精致。哎，真的。中场要工商时间一下，烤肉芭比就这样给它铺在上面，取代烤网的东西。然后因为亚马逊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寄了30几条给我，然后所以我超多，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几条回去。我要，我常办芭比就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多拿一些。下次去你家，看你要几条，你可以拿10条，把我们的分量都拿走。今天这个是磨豆机，有没有咖啡？啊，还是台湾的 beach。对啊，有没有人要？平常会喝咖啡用的，对啊，咖啡的。能买更高级，对不对？但我都被发现了，我都叫别人帮我磨。真的是，所以就直接买豆，真蛮好用的啦。我觉得家里可以放一个。这个磨，你有在喝咖啡磨豆吗？没在喝。那你下次要帮磨豆，下次别买去磨比较好。对，一直推销备用磨豆，试着磨磨看看。接下来这个。时尚真爱，时尚小伯伯，这是可以去那什么音乐节，可以在音乐家偷来的包，这是音乐节送的，这很适合，还是什么？就是夜市叫卖的时候收钱比较方便。但你的东西会被看光吗？这不是都会去摆摊吗？哎，对啊，就有那摆摊，你需要这个？不会摆摊，其实我是觉得蛮适合 Alan， 应该可以，这是我拿来的。鞋子，老公这几号的？10号半，11号，谁买的？我就我小爱穿的，两双 US 空你移动的鞋子，大概。如果再穿这回家，我今天一身绿。我
可以要一双吗？可以，是这双子都可以，两双其实两双其实都可以。那有人要配鞋带回去吗？你要鞋带全部吗？我可以，全部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说，哎，介绍，跟美女介绍一下，你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鞋带呢？因为那个 Danny 有很多鞋，我们家有就是有一整面墙的鞋，然后这个鞋我觉得最可爱的是除了就不同颜色穿，还有这个你看超级可爱的，对，这好实用啊，对 ，Snoopy 的，然后你等下挑一鞋，对对，帮你们可以配，感觉真没有打开过，对，没有打开过，这个是那个泡澡，对，现在人都压力非常的大，所以就需要偶尔泡澡一下。这里面有几颗啊？哦，这里有颗，这么大一颗。好像蛮大颗的，而且它是动物形状的，有点生活的形状。好可爱啊！那就给它用啊。它不爱。它不爱。它是中温层的那种概念。你就是想要泡澡，下面有。再加情趣，再加情趣。我多一个人，可以帮增加情趣，可以帮增加情趣。这个是 Alex 内定的吗？好意。也没有，但是如果别人要我也 OK。很好搭。好看啊！好看。到底什么叫 self？ 它里面是有 flavor 的。哦，是吗？我以为它是清理非常方便。它说自动清理 self。我这么酷，我在想它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它感觉是一个科技产品。它里面的 UV light。对。紫外光自动。猜拳，这是贵的，然后猜拳，这个你要不要？我想进入一个就是猜拳的阶段，对，来参加一下嘛，就是对，再身为就是忙碌的父母亲，就是非常辛苦，还可以退赛好了，我们直接退到退出，剪刀石头布，然后石头剪刀布，然后就谁输了谁就出是吧？对对对，最赢的 ，OK 来了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输了，对不起。No. 哎呀，今天命运呐！我跟你说，我是属于从小到大就是5块钱都没有中过的人，就全留到这一把，留到这一把起来。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尾牙的大奖。我要，那待会大家去那边用一下。要排队，按到就是那种嘛，感觉还可以加热，可以调制，它可以加热。这边又有一个工商时间，我们都是红字游行的徽章，我们要彩虹台湾，还有那个好像不错哎，我要是你卖的那个，你要拿回家，这不是我卖的，这是那个之前同志游行他们台湾热线来发给送给我一堆，这个好可爱哦，我们差不多是面的。对啊，你们每个人都拿一些回去了，因为今年要有，明年有你可以用啊。对啊，因为太多了。你去夜店发？对啊，中奖。去夜店发，你把剩下拿多少去发？你是很搭白 T 耶，还是你们再去夜店的？就更送给人家交个朋友，为了拿电话。对啊，那你把这些都带走。还蛮舒服的，真的。它可以当就是拉伸啊，运动完。今天收获最多的是那一位，这位。好多玩具。很开心。哇哦，蛮舒服的。这是一个运动那个复原的示范。哎，很舒服，还有拉那个大腿。需要去开久开久。再要开好了。最好会客气。看不怕没手哎，好大哦。这火鸡吃起来很不一样，你要试试看。我还买蔓越莓酱，你可以配配看。说一些祝福的话好了。干，别拍了。我以为你在讲。我刚才吓一跳。每个人都要说一句话好了。感恩节快乐！哇，你们都好有礼貌啊！你煮哪一个？哪张红酒？我不知道哎。那些芹菜。芹菜。汤是你们两个的，都是我做的。
帮他把最后就切菜，明天比较好。因为我每天都会参加你们，就是那个要抽谁煮的菜，我都会挑选，那我都选错。你看谁出一些厉害？爸爸妈。口怀疑，是口怀疑吗？哦，这个也很好吃，这个。好吃啊，谢谢。我刚刚吃了好几个，真的好吃。太给面了，真的好吃。里面是这样子的。Next one, yours. 你要吃吗 ？No, you need to 吃。你吃我们台湾，我说话是这样子。哦，吃吗？是吗？这样子啊？台湾的观众赶快 cancel 他。是吗？哦，谢谢。好好吃啊！你要开始吗？他好讨厌啊！他很讨厌。所以你中文在哪里学？他跟我学的。他是我的学生。对。没有生没有了。在大学的时候，你已经吃很多东西了。爸爸刚刚给你吃鸡肉了，你找爸爸。